吃醋啊？没有啦，我一直在吞口水汁，因为我也是很口渴。你很口渴啦？对。那边有咖啡店，那边麦当劳自己去买。我问你，不是每次要买皮卡丘的水给我喝吗？什么叫皮卡丘的水？皮卡丘每次都会买水给你喝吗？你顺便叫皮卡丘买给我啦。没有啊，他没有买水给我喝的。哦，没有买啊，他没给过我的啦。没有没有，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买的。哦，也是人家送的。他借花献佛，我就鬼快，就很多人送你，你要是有多的话，我不勉强啦。还谁啊？我今天在那边后面坐，今天也是没有什么收获、啊。今天又抓不到皮卡丘，又抓不到哆啦 A 梦。因为你看今天现场都是大姐，刚才谢温的、啊。你刚才可以说大姐，那边有小姐，还有小小姐、小小弟的。那个叫小小妹啊，还姐。小小妹啊，有啦，那小小姐嘛，她喜欢当姐姐嘛，因为那人叫娃娃娃，来来来，妹妹乖，姐姐抱嘛，小孩子都是这样嘛，都是要当姐姐的嘛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那个洋娃娃本来来来来来啊，妹妹我抱。她长大了，她就不会想要当姐姐了，真的哎。我现在主持节目哦，我最悲情的是什么？还有悲情的，真的很悲情的。那个妈咪带那小孩子来，然后我就。